青蛙老师讲故事。各位大小朋友，你们好。在青蛙老师的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，青蛙老师要问一问你们，请问你有试过被人欺负吗？请问你有试过欺负别人吗？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这一个故事，书名为《不是我的错》。这绘本是由莱夫·克里斯坦森所写，由迪克·斯坦伯格所绘图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吧。那是客厅发生的事情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的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。请问那个小孩为什么在哭呢？老实说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知道他为什么哭，但确实不是我的错。我很害怕，我什么都不敢做，只能在一边看着。那么多人在欺负他，我一个人也没办法，这不能怪我呀。很多人都打他，其实所有的人都打了他，我只轻轻地打了他一下。那个人说，我只轻轻地打了他一下，轻轻打一下，算不算打？打一下，没有错吗？不是我先打的，是别人先打的，所以不是我的错。不是我的错，是他自己太特别，跟我们大家都不一样。他是个笨蛋，他被打一点都不奇怪，都是他自己的错。对一个人站在那儿只知道哭。如果你一直在哭，却没有人理你，你的心情如何？咦，男生哭鼻子真丢人，羞羞！他都不敢去告诉老师，真是个胆小鬼，我不喜欢他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哭，大家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他一个字都没说，只是看着我们。他应该大声求救呀！我并不是故意要打他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打他，所以我也打了他，不是我的错。各位大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是不是正如大家所说的，不是我的错？另外，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痛苦与不幸，饥饿、贫困、战争、污染等等，这一切真的与我没有关系吗？这问题就留给大家思考啦。温馨的提醒，喜欢这绘本，请记得购买正版书，以示对作者和绘者的支持哦。